有。嗯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进行这个亲子班赛的节目啊。前面有孩子问到啊，有报名的各位家长向前面的这个报道。那我们清点人数啊，我们报了现场在真正。来，八和八和八赛节目，各位家长，看一下是属哪一队，如果你不知道。这边有名单，他会告诉你属于哪一队的。你向各队的旁边有名单了，旁边有名单一下，一下，喂喂喂，好。我们今天是六块七队。好，徐南祖、王连鼎、徐志明、李志杰、许东南、徐永玉、陈忠顺、陈思翰、郭新柱。陈锦章、邱昌林、李正兴、徐明宏、陈冰佳、陈升吉、李乔柔。好，我们在场的各位小朋友，还有各位家长哦，校长这边再补充介绍我们三位嘉宾。好，首先第一位是我们南区和平国小苏仁燕苏校长。苏校长好，祝国安国小大会成功。好，谢谢苏校长。接下来，好，各位小朋友，爱酒鬼哦，这是你们未来的国中校长哦。来，我们安和国中林大，安和国中待会才会到。好，福科国中林大清林校长。祝国安国小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是我们福科国中张慧玲张会长。张会长好，欢迎大家以后来念福科国中，谢谢。好，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念福科国中哦。好，我们二年级的趣味竞赛即将开始，请在二年一班跟二年十班旁边的家长要退后一大步，才不会影响到小朋友的比赛。好，请各位家长不要在我们的活动区里面。好，来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好，大会报告。高副帅组陈国敏、陈世仁、陈建宏、吴建宏，林文旭、邓成忠、肖国佩、刘俊兴、廖永芳、张启团、王崇基、廖宏斌、王启彤、侯勋南、徐建祥、李正杰。好，我们第一组是第一次的比赛，是刑安组跟高富帅组要进行 PK。等一下，我们如果各组不够，我们征召了哈，我们再把人数呢两边让他一样就好，好不好？那现在请各位家长先热身一下。还有你手上有手表拆下来，这个手表比较危险哈，等一下一拔下去非常的竞争和激烈啊哈，就那个手表拔下来放好，那如果外套要脱掉的话，那你就放到前头这边，那请各位先自我热身一下，那这些美少女们也是一样啊，美少女是一样。好，教师组的啊，教师组的成员，请各位老师也赶快到前面来报道，我们赶快进行比赛。男子组六块七队，队长林奇宏，周
肖荣发、罗志豪、赖明宽、陈武哲、刘俊来、杨志毅、王嘉祥、杨炳生、余周宁、李连春、张嘉荣、陈以昌、林兆基。我们感谢各位家长来报名参加啊，我们亲师的这个拔河对抗赛，今年比较多队啊。那么等一下在拔河当中啊，请注意到安全啊，请注意到安全。那我们拔完之后，也麻烦你到台前来领用这个奖品啊。我们不管胜负啊，都有奖品。总之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大家互相认识啊，互相来较劲一下啊。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爸爸已经这个哈哦准备妥当了哈，等一下我们大家来比一下啊，看看谁厉害。好，刑安组的李志杰，请赶快入列。徐明宏，陈升吉，请赶快入列。拔下去，人鱼线都会出来啊，肌肉也会跑出来啊。高富帅组的彭国敏、吴建宏，请赶快入列。彭国敏、吴建宏，请赶快入列。我们现场再征召哈，因为我们这个亲子拔河赛很难得哈，一年一次啊，这个。有报名的家长，如果你没到，那我们要现场征召。现场，如果你没有报名，你想要参加的，麻烦你到前面来。爸爸妈妈、美少男、美少女都可以啊，只要你是家长的身份，我们都欢迎你参加。阿公阿嬷也可以哦。啊，人鱼线组，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二年五班获得第一名。校的男老师哈，各位小朋友，待会要为老师加加油哈。那个人鱼线组今天不好好拔，午餐要扣青菜哦。好，我们二年级的趣味竞赛全部结束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裁判把器材收回去。注意一下，我们是拔三次，三次，其中两次获胜的话，那一队就是胜利。好，现在请我们的排头队长带我们男子组的到我们的现场，到我们的球场这边来，操场这边场中央。好，男子组各队队长麻烦向后转啊，带队到场地中央做最后的引路。如果现场有各队有缺席的，还没到的，那我们就再补人。好，我们男生组先进场子比赛。5、6年级400公尺接力赛参
带到场地中央先热身，然后为这个男子组各队加油，好不好？那请各队队长也带到场地中央，拿了人数进行最后的确认，不够的话我们补人或者是调整双方人数啊，调整双方人数，